那个平常的。嗯，那都你那都一扎的吃，那个等弄弄大了再给他弄来，或者鸡食啊啥东西，羊食蛋子再搁里头来，这就是嚼嚼破破，好弄蛋，好壮。那这啥呢？这没有拖拉机。你拖拉到这个，你非得搞这个，这肥当还有石头肥料，不的我拖拉。这杆还有点漏嘛？那就漏吧，漏不也是有，也不也是。那得就拖拉到这个时候，弄那肥，浸搅搅，搅了泥骨子，搅到那里，肥到这个肉，正好肥到这个这正好长出来了。拿家里吧，快去。妈，你来扶着家里走，我再拆几件吧。走吧。哦，这个快吗？咋不快？够了吧？快走了。快了。等会儿。过来吧嘛。谁打的快？没多快。来，你拿了，我来。我来吧，别扶我。嗯。你负责拍吧。我你这我给你扶着。啊？你拆了料干呢？我来。啊，这啥拆了？拆哪了料干呢？啊，你锅子不拿出来吗？拿出来。哦，拿，我忘拿了。我都坐这车。这里五六块钱的嘛。我感觉三块钱都管，还不能吃。你吃咋不能吃？先接着了，不能这么分。又。买我都不如买我了。嗯。啥破衣服，啥破衣服。买这土豆。妈，我在院里边种点草莓。种完了管住我。你这也不够的还是吗？知道吗？你看，这还得是往里折的，这等会浇水果还得往底下折了，水得对满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拆的都好了，赶紧到这里啊，这是好了吗？不要，那时候我那一到时候，这得喂门喂几个，要叫你那个把布粘去，从这喂喂。这多少水？我天哪！第五分了。谢谢你。在这里。咋样？错了。那边有个棍吗？咱找嘞。找个底下沉。你想那不沉？嘿，到底了。你不到底。你这人中午都下一船大小些货呀，货的你不懂。这到底了，停了吗？好，停。别淹死住。你狗都离不了肥，淹死了。没有肥它干嘞。把我床上床粘住了，还管它不要了。别着急了。肥呀，这样我看不见，啥也看不见。那你看见了？看没拿了？弄点羊食蛋子搁里和和才好嘞。整啥都要。鸡食。我在草里地。不知道底下石头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人家都是在下脚踩，没看着外边，我找老肥牛下一弄犁子犁的，这活的黏糊的，还弄的怪能拿着手吃的吃的。嘿嘿。你这没多土了，这弄，再折一半儿，再折四只再弄，四只都五。下锅吗？嗯。
你这几个招好。我你们腌那一坛子是吧？嗯。这是少放点醋。哦。你不酸甘的，不甜腌的也不好吃。也太酸了那。这个酸甜酸甜。哎，人家啥贵了今年，这够吃的，还够卖够吃的，咱不打算卖。我。你别泡烂了，我跟你说。啥子泡烂了？你就算泡烂了没我腌。腌面，都腌面。我吧。按着笼子看。不按笼子好。不按笼子好烂。这不大，你让大的没法比。来顶你俩一个。哎呀，这要卖钱的，咱不是不卖钱不怎么办？不卖钱，我长大点。这土不能吃。这土吃的是有那个是土，真那个是土。啊？好歹咋着呢？咱了不赖的，这原来是废窑子这里。事儿不大，掉点掉点米不行，不行。什么的，我过去了才出才来的，那啥的我。啥也不好长大。还有吗？嗯，我。这我两次了，这个摘一个，这个摘一个。我不是要换吗？油脱了，晒了。晒了。现在看没有了。你咋出个蚂蚁窝了？没看见啥爬身上来了蚂蚁。回来了，小孩，接他一把。好，我接你。你拉下雨了，干什么？你上午吃的啥，你知道吗？吃芒果。啊。你还吃米饭？你吃的啥菜？吃黄瓜，还有香肠。黄瓜吃香肠吗？啊、嗯，还有米搁一块儿。你吃多少碗？吃两碗。你吃两碗？吃两碗，还有小嘞。这比喂个小狗强多了，这。树上住蚂蚁。蚂蚁。你拿两个针。搁那个油水浇浇就行，油壶子大了都再浇浇。这不可恶了，这都几层了你看。哦，是的，那再淋过，你就不留着它一泡。留一层，就是咋的？好几层，外层上面泥不了不好了吗？对对，这你要不了再泡几天是吧？嗯，泡一天一夜都管了，一夜都管。泡不成的死算计，你喂那股子死算计。你泡，那泡什么气了？等于那个死算计。